个的话是粉色的，对，然后它这件穿起来真的超舒服，舒服，就是这件也是所谓的凉感，欸，就是无负担的那种的。然后它是做这样有点小落肩，因为它这件的话袖子就比较偏长，就到差不多到这个五分袖这个位置，对，所以它也是有可以遮手臂的。然后但我觉得这件的特色就是因为它是做这样子有点不收边的感觉，你们看，你看，但是我们家不收边的，啊，不会一直掉，对，我们不会那个线头跑出来什么，然后一下就破啊，完全不会。我们其实近看一下，我们其实还是有做这种收边的，对，我们是做这样子，所以你可以看它整圈啊都是很对称的，哦，然后连领口的地方都是做很对称。对，它这个是做这种直坑条的设计，它是很细的直坑条，嗯，然后穿起来也是非常的修身，然后弹性的话它也是有，然后这件的话，它版型算比较有点微宽版，对，所以就是 S 到 2L 都可以穿。你们看它就是还有空间，对。然后颜色方面是有很大最爱的黑色，对。然后我身上的粉色，还有雨洁身上这个咖啡色，很可